你要做什么？一进就去想看中午要吃什么。你干嘛 ？Oh my God! Everybody, look, look! 有那个。大家好，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二手衣大改造。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个二手衣大改造呢？因为我们想要创新，想要用后现代主义将过去融合到现在，就像二手衣改造这样。嗯，对啊，就是我们想要，就是有一些我们是二手衣的部分，然后融合现在的一些现代元素，可以变成比较。颠覆现在的新衣服 fashion 的这种定义，我们打破的定义。所以呢，我们今天准备了这些二手衣、针线啊、剪刀，对，还有我们等一下画设计图。好，那我们现在就哦，我还要买这个啦，买特别去买一些纽扣。大家觉得就是比较复古的 style 的纽扣，纽扣。成果发表会，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设计师。大家好。所以我们现在开始介绍，对，先从项链开始。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项链呢？因为它复古，就是可以像复古 style， 像奥黛丽赫本这样子。对，加入一些现代的元素，这样。像是这个祖母绿的纽扣，然后这里也有，这些都是早期就是那种对常会戴佩戴的饰品。对，然后你看整个 style 就是很符合圣诞节气氛。对对，这个 style 就是可以在圣诞节的时候可以当装扮。对，然后你看这个封面，它有纽扣，然后这个复古的花纹这样的。然后这个呢是这种利用二手衣制作的小皮带。然后这个是我们利用，就是大家有猜想吗？就圣诞节的帽子上面的制作的，这个绿当可爱的袋子，如果要装零钱也可以，我刚已经装过零钱了，都是不要的。对，二手衣，二手衣，对，还有从家里带上来的，对，一些比较旧的衣服，是这样子的。
丝巾项链就是现代的，现在的那个叫，比较有点算是街头风，就有点 rap 的感觉。对。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从原本这个缝饰修剪下来，然后缝在上面的。对，我全片都有改造过它的版型。对，那我想问两位，觉得这次改造的过程有没有什么一些想法、心得？心得吗？有没有觉得说在制作过程这是没什么困难点？因为我们都很创新，很多很有想法，是每个人都提。我觉得就是一开始没有想到说可以把一些二手衣改造成不一样的风格，完全不一样的风格，我觉得很高兴的。那我的觉得是在这过程中，其实很多地方都需要一些缝啊缝纫技巧，像我们里面就有些人不推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教就是怎么样缝这些东西，可以，因为我们不一定再要对再用，我现在不一定要买新的东西，有时候是用手做就可以做成东西，就可以很减少一些零钱，减少一些浪费。对，就像最近 Vogue 也非常的宣传，就是零浪费的 fashion 的概念，就觉得大家不妨也可以从自己的手边的一些衣物啊，可以剪裁出自己喜欢的风格，创造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东西。好，以上就是我们的影片啦，拜拜，拜拜。And when you hold me this way